东啊，那个女孩在吗？对，我们在一起。哦，对了，沈教授，她有名字了，她叫雷初夏。哦，雷初夏这个名字挺浪漫的嘛。行，你让雷初夏接电话，我有好消息。好，陈教授的电话。陈教授。嗯。陈教授。雷初夏，我恭喜你啊！找到名字了。是这样，我的实验室呢接到一笔捐赠，这样我就有钱可以研究怎么控制你能量的那个装置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之后都可以自由活动，然后也可以回到爸妈身边。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不过你得等到我成功以后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听到没？我之后可以回爸妈身边了。是。初夏，为了你的笑容，一切都值得了。资助我们的实验室啊？是的，陈教授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呢，从小就爱好科学，所以希望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能够蒸蒸日上。这个捐赠还请陈教授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又不止我们一家实验室，为什么单单资助我们？是这样的，陈教授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。我有个朋友，游戏大神 Wint， 最近在研发一款宇宙相关的游戏。我又不打游戏，那全学校都知道，我手残。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陈教授呢，能够在我们研发游戏的过程中，能够时不时的接受 Wint 团队关于宇宙世界的咨询。这就合理了吗？哎，咨询嘛，花个钱都那么费劲，真是够。做过咨询的，这个没问题。哦 ，OK， 感谢感谢。那陈教授，我就先撤了。好，我送你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随时咨询。但是啊，又怎么了？年轻人，少打游戏。啊，谨遵教导，我先走了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